在 Nexus Capital 里面，我学到了很多不同企业的运作，认识到很多企业家，跟不同的行业老板去认识他们，去学习他们知识。在这里哦，是我喜欢的氛围，遇到肯教我的领导啦，爱我的老板，还有一群同频率的同事们，每一天来上班我都觉得很有冲劲啊。最主要就是和大家还有同事都相处得很好，像家的感觉。每天来这里就这样开心的赚钱，一个好老板、好同事还有好上司，没有让我一个离开的理由。因为爱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Adam， 我是 Natalie， 我是 Elsa， 我是 Ryan， 我是在 Nexus Capital 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，然后他们也喜欢叫我 Aboy 啦，然后我在这里是 as 一个 Business Financing Executive， 是一名企业融资顾问，那我之前从事的行业呢是 Event Management 的，我之前是一名美容师，我是一毕业就认识到我这个老板，就做到现在了的。我是一个 fresh grad， 然后这里是我第一份工作。如果要我用一个词去形容，我会说希望赚很多，是方向，拼了，不停的学习跟不停的进步。我有赚到了钱，然后赚到了很多知识，还有赚到了很多人脉，而且也可以知道公司的方向以及目标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冲。进来的自己2年多，我看到了我的生活真的是很大的提升，很大的改变。把一个企业做起来，也赚到我人生的第一桶金。因为我本身自己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了，我也很开心在这边工作，所以我当然会建议其他人一起加入，因为很难得可以找到一个这么好的文化的一间公司。同事之间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良性竞争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做 sales 的，我们都是一起帮助对方，一起把 sales 做好，大家都想把这个平台做好。这里很有未来，可以赚到钱，可以赚到很多不同的知识，这个行业的门槛也比较高，然后被代替的几率也比较低。跟对人做对事，今天在这边的上司和老板们，真的，他们教我们如何去做人。我在这里已经2年了，我都还没有学完每一个东西，然后也证明这个行业不会让你感到沉闷啦。只要你肯学习，这里一定是你出人头地的地方。平台对啊，老板对啊，只等你杀出一片天地。